月17日周深和经纪人张明现身机场，预祝周深辽宁沈阳演唱会举办成功。8月18日周深微博 IP 地址变成辽宁，众所周知，周深到哪里，应援就安排在哪里，这不，辽宁户外广告牌已经为周深准备好了。8月18日，周深更新微博超话，发文道，准备自拍一下，哎呀，手机没拿稳，终于捡起手机啦，拍个照。晚安卡，其实是很早的存货了，哈哈哈哈哈，直接讲故事，就当睡前故事了。晚安。